列大夫中医教室，主持人张怀烈中医师。喂，列大夫又到一星期一次啊！列大夫中医教室啊！喂，急事急事，要揾你，屌你老味，即刻帮拖至得。系做乜急事急事呢？好急啊！今次呢、這、一个呢度有啲系咪有个英国啊？有一啲嘅喷鼻哥嘅呢啲嘅喷剂。可以增強啊！依、這、一個對抗武漢肺炎抗體嘅依啲嘅噴鼻嘅 hair， 嗰啲嘅 nasal spray 有得賣啊！喂，快啲幫我執翻啲多啲翻嚟香港，俾阿老友寄好唔好啊？你唔好亂咁信網上啊，唔同類型嘅銷售啊，因為呢啲咧騙徒嘅手法層出不窮。其實英國呢邊咧呢個產品已經好耐噶啦，其實2020年年尾左右已經推出嘅。但去到2021年嘅年中，其實咧英國有好多媒體報道咧，其實佢哋哗眾取寵，其實勁冇呢個效果嘅喎。哦，咁樣嘅，究竟呢一隻嘅 brand 而家喺英國仲冇得賣嘅咧？香港裏邊都有網台啊，又話有其他啲嘅地方啊，即係都係講個誇撚張到呢只嘢好撚奇害喎。嗱，英國咧有好多藥房啊，即係包括 Boots 啊，包括其他啲 Register 嘅藥房。其實咧，佢哋會有啲會繼續擺，但係最主要大嘅 brand 咧嘅一啲連鎖嘅藥房都已經落咗架。因為嗰陣時個報道一出咧，就會講話，其實佢冇辦法證實啊，佢係噴完入去嗰陣膜，尤其是有佢話聲稱用啲草本啊，或者乜乜納米啊，講到好犀利啊嘛，因為黐住個鼻黏膜，然後咧佢哋個理論咧就係話吸入去。嗰、那個鼻哥嘅時間咧，就會可以擋到嗰個武漢肺炎嘅病毒黐落去啊嘛！但係其實咧，呢一樣嘢根本冇辦法證實，因為原來啊，全部嘅研究都係嚟自實驗室嘅研究，即係意思係點咧？佢唔係用人嚟研究喎，佢放個膜喺度噴完之後，然後再抌啲武漢肺炎落去，跟住發現黐唔到，咁就佢當係嘅咯。所以其實呢個報道一出咗之後咧，好多傳媒同埋媒體咧去詢問。嗰、那個藥房、藥廠啊，然後生產商，然後佢哋咧係甚至冇正面回答嘅，跟住陸續喺大型嘅一啲藥房咧就落咗架啦。哦，咁其實如果係咁樣，即係噴咗對自己嗰個自身嗰個嘅防疫能力都係冇乜特別太大嘅幫助嘅喎。根本係同個免疫力係冇任何關係，因為你話咧，如果喺理論上咧，理論層面，喂，我黐浸嘢落去，咁佢可能真係可以掂唔到。喂，但係大家都明白啦，嗱，你而家都已經戴一層、兩層、三層口罩啦。嗱，雖然口罩又擋唔到，好啦，你噴完之後，你係咪可以完全擋得到咧？我又唔信喎、啊，因為佢本身啊，佢嗰、那個呢個 Omicron 咧，我哋呢一隻變種咧，其實都係一種好弱嘅感冒症狀嚟嘅啫。其次，我哋就係需要透過自身免疫能力，而並非透過一啲阻擋嘅方法嘅，即係你話如果而家你話阻擋都阻擋到嘅，咁喂咁你個鼻同個口你都冚曬口罩啦，你又唔噴個口，咁淨係噴個鼻哥窿咁有乜用咧？有人用口呼吸噶嘛？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你又曾經有講過病毒入侵體內係靠我哋嘅黏膜，而喺我哋嘅成個面孔裏邊，除咗鼻哥啊、耳仔啊、口啊依地方有一啲嘅黏膜喺度之外咧。我哋隻眼啊，其實都係有，即係有啲嘅黏膜係有一個嘅嗰、那個叫做啊，嗰、那個叫英文叫咩 ？transmission 啊嘛，係咪 ？cellular membrane transition 啊嘛，一樣可以係入得到落嚟。咁即係換句話講 ，unless 連隻眼罩你都個罩埋一個嘅 Google 啊 ，otherwise 都保護唔到㗎，係咪咁樣講啊？係啊，嗱，因為咁嘅好得意嘅，而家咧由呢只武漢肺炎原早級，然後演變到後面嘅變種咧，其實佢個接觸同埋佢嗰個病毒量係有關嘅。如果個病毒量啊，佢本身係好高嘅情況咧，咁其實梗係容易感染啲啦。咁但係當然，因為而家最新嘅研究發現到咧，點解 Omicron 傳得咁快呢？因為佢好少量都已經夠，所以我哋根本冇辦法排除到佢掂邊度會中。咁更何況你噴呢一隻嘢？嗰、那個實驗室證明啊，其實就唔係真係醫療嘅證明嚟噶，佢冇辦法證實得到佢 neutralize 咗嗰個病毒噶嘛，所以佢噴咗入去，淨係黐住個鼻，你噴幾多咧？咁啊又冇一個 standardize， 佢根本嚴格嚟講唔係一隻醫療 product 嚟噶嘛，佢只係一種叫做好似揾個膠布貼住你傷口咁樣作用，咁所以咧更何況佢個 ingredient 佢都係話草本嘢嚟嘅啫。咁我又唔相信草本嘢有咁嘅作用㗎嘛。嗱，即係我又覺得好奇怪啦。
如果在个实验室里面做这个的情况，你无疑一个鼻黏膜鼻腔 nasal 的这个环境喷了下去，那么当然没事没干，那么这个的 transparent 的这个的透明薄膜就吸住你的黏膜，那么阻挡你这个的武汉肺炎的这些 virus 的黐住它的这个情况。但在现实的状况里面，你喷这些东西在鼻哥里面，你的鼻涕、你们的 mucus、 你们的打黑黐或者其他的这些做法都会破坏的这个的黏膜，很快就会随着它鼻涕又好鼻水又好，就两嘢就洗翻得干净噶咯，其实亦都系留唔得耐。唔通你长期喺度不停喺度喷住喺呢个鼻哥度咩？喺度怀洗个理论上面系成立唔到噶噃，绝对系啊！所以其实有个危险性就系、是、咧，你啱啱讲得啱啦。我喷几多先？我几耐又要再喷一次先？喂，咁唔通你一出街出十个钟，你要喷二十次啊？冇可能噶喎！咁喷得多会唔会又有问题咧？嗱，呢样嘢根本完全经唔起医学嘅考验。我哋讲医疗咧，包括好似而家点解英国啊？咁多嘅一啲疑問，包括NHS 佢基本上唔會批呢啲嘅，呢啲佢根本唔會當為正規嘅一種預防或者治療添。佢又唔係預防，又唔係治療，你又冇 standardize 個噴法，佢講就話，一日你噴兩三次，喂，咁呢啲好好求其啫，咁你不如咁啦，嗱，好似我哋以前講醫鼻竇炎，通常咧就係有樽水，跟住我哋洗鼻，同埋你用洗鼻嘅方法可能仲好過佢，咁因為洗鼻其實用咩生理鹽水啫嘛。咁你點解要搞咁多嘢？喺英國呢邊個醫療系統，佢已經不能得到一個正規嘅承認。咁嘅情況，而家你就會變成坊間嘅一啲謠傳。其實我自己睇佢同蓮花青蛙冇乜分別嘅啫，都係一類咁樣嘅嘢嚟嘅。好啦，譬如我做啲新嘅嘢出嚟，然後咧就繼續賺錢用嘅啫。呢、這、一個根本咧就唔係一個可以大能登大雅之堂嘅一個藥物嚟噶，佢同藥物係相去甚遠。更加冇保護作用，咁其實呢樣嘢唔係我講嘅，係英國各大媒體同醫療嘅機構發現咗有一啲咁嘅商家揾一啲咁嘅方法嚟牟利，跟住佢先會做出呢個報導，然後再詢問唔同嘅大學團體，咦發現到佢呢個唔係一個 brand 嘅，其實有兩三個大 brand 都做，咁但係點解而家陸續會下架呢？事實勝於雄辯，因為佢本身啊係一種謠傳嚟嘅。记住，因为而家咧，好似我哋讲武汉肺炎嘅疫情，无论喺边个地区都好，佢都会慢慢有高有低，有高有低，但系慢慢都会越上越低，所以佢唔系话单靠乜嘢嘅方法而导致个疫情会缓和，而系因为个病毒本身会越嚟越弱嘅意思。其实我都想同你研究呢一个个问题。既然呢一个嘅病毒已经系即系基本上同即系普通嘅感冒症状系已经系差唔多嘅情况。身处过呢一个嘅吓，俾呢一个病毒折磨过嘅老友记，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即系如果要 ranking 喺一到十里边啊，李大夫，你觉得呢一只嘅感冒系 rank 几多度啊？你讲个powerful 个强度系啊系啊，辛苦程度啊？哦，我觉得系一 level 至二 level 喎，其实系最辛苦系第一日，同埋嗰个最辛苦都唔系真系咁辛苦嘅啫。嗱，想当年我当年去澳洲旅行，跟住咧我就玩咗一个月。嗰次我病得犀利，我一病咗两个礼拜，直头喐唔到咁滞。喂，嗰啲咪流感咯？喂，嗰啲流感其实症状反而仲重过呢一只。Omicron 已经系好弱嘅，咁但系当然啦，而家又话出新变种咩 BA.2 啊嗰啲咧，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系一啲可能小嘅反弹，亦都系啊，好似我刚才讲啦，佢接触个病毒量啊，可能又会有啲差异。咁但系多少，无论点样变化，佢最后都会归于平静，然后大家共存噶啦。一共存咧，佢就会变到好似普通感冒咁样。我嚟讲咧，嗱，今日听我把声咧有啲沙啦，但记住呢、这个唔关武汉肺炎后遗症事。我而家呢个症状咧，其实系嚟自，因为我前两晚咧走去唱 K， 咁啊唱王杰啊嘛，嗌得太犀利，跟住咧就塞咗声。因为琴日咧饮啲蜜糖，饮啲威士忌又好翻啦，所以呢个武汉肺炎真系弱到不得之了。所以如果系有一个嘅情况，就系、是、你攞依一个嘅生理盐水，我成日一直以嚟都建议朋友，譬如去完街，系嘛，即系就算戴口罩都好，你都可以生理盐水去冲啊依一个嘅鼻哥，将个鼻哥里边嗰啲嘅污糟邋遢嘢全部清洗晒出嚟嘅时候，其实个问题就系你已经感染过依一个嘅机会就已经系揿到好低下啦，因为你将个鼻腔里面的污糟邋遢嘢全部洗净咗，冲积咗落嚟，
咁既然依一個嘅效果都係 work 嘅，依種所謂嘅草本噴鼻嘅依啲嘅噴霧劑，咁啊其實有何常要需要舊幾兩嚿水咁啊買一支翻咧屋企裏邊守門口咧？哇！呢、這個絕對好貴添啦，標得。即係你話英國都唔使賣咁貴啦，咁但係就算啊，你要買啊，你買新嘅鹽水個價係幾多咧？我哋通常啊講，我哋買一 lift 翻嚟新嘅鹽水，跟住咧，或者如果你真係唔想買新嘅鹽水，我以前咧，譬如個鼻唔舒服，洗鼻係點咧？我就齋煲嘅，煲完之後加少少新嘅鹽落去啊，就唔係成樽鹽水嘅。跟住咧，你只需要買個洗鼻樽，嗱洗鼻樽咧好似奶樽咁嘅樣嘅，跟住咧你就插落去左邊個鼻。噴出嚟啦，但記住嗰下咧，其實係要通過成個鼻腔，然後喺右邊個鼻哥噴翻出嚟，插完左啊再插右，插翻呢邊，然後又噴翻喺左邊出嚟嘅。嗱呢一個過程咧，佢係洗到入去鼻竇嘅，佢唔係淨係噴個面嘅，噴面根本冇用嘅。譬如我哋而家成日見啊，其實喺過去四五年咧，其實有好多叫潔鼻海水啊、潔鼻鹽水，其實嗰啲咧話聲稱可以改善鼻敏感症狀，但係嗰啲全部係噴喺個鼻嘅前端嘅啫。講真，你根本塞唔到入好入，然後噴入去，更遑論啊，你洗埋個鼻竇位置，再攞埋出嚟。如果你話真係要個鼻腔清潔嘅啊，咁你肯定洗鼻最好嘅。如果你話齋噴呢啲咧，咁你有冇一個？人體嘅試驗係可以證明得到嗰陣黏膜真係可以黐曬喺你個鼻唔同嘅位置。喂，咁而家 Omicron 又話少量嘅病毒已經足夠黐咗落去嘅。咁你黐保護膜，你淨係黐咗 60%， 咁嗰 40% 你都足夠感染嘅喎。其次，好啦，你話如果又要更換又要替換十個鐘出街，或者一日24小時你要噴20次。咁点啊？如果后面真係出现医疗事故呢，因为呢隻产品本身係未经过任何嘅医学嘅研究证明佢个效果係可以有保护性㗎。咁到时出副作用又点呢？所以我哋讲做人要有良心，做生意都要有良心，更何况佢都仲未进入医疗门槛就声称有医疗效果。大家可以睇返佢 paper， 佢 paper 假㗎。佢 paper 全部係自己嗰间出产嗰间厂自己写㗎。冇任何医学嘅团体去证明佢真係有效㗎。点解我哋讲实验室研究同医疗研究系两样嘢？因为医疗研究，喂，你起码美国 FDA 你都四个 phase 研究㗎嘛，做任何一隻升级咗上药物嘅一种产品啊，佢首先就要进行实验研究，啱又冇问题。好啦，要有 paper support， 你要跟住放喺老鼠度研究又好。放喺啲狗啊、兔仔度研究好，第四个 phase 就进入人体研究，睇下系咪真系有效果。喂，咁呢只嘢咁讲真，你对我嚟讲，我觉得系一块胶布嚟嘅。咁胶布就真系唔系好使研究嘅。咁但系佢根本唔能够产生任何嘅医疗效用嘅情况下，我就觉得这个如果就夹硬销售都系冇良心嘅。所以喺英国嘅 NHS 都佢冇声明必须佢下架，但系佢会透过医疗。同埋大機構同埋傳媒媒體嚟訪問佢，然後佢間廠都唔敢答，你明唔明啊？間廠唔敢答，跟住啲大藥商開始，藥廠啊，其他嘅連鎖嘅一啲藥房都已經下架，呢樣嘢咪就證明咗佢真係唔掂咯。嗯，明白。咁啊，所以嘅老友記其實到最後咧，講真，即係唔通你日日噴廿次咩？即係講真，你覺得非常有道理嘅。第一。副作用是怎大家都不知道。到最后其实即通街都是这个病毒中了也都无伤大雅，最重要的就是强身健体，即增强自己的免疫能力，这个讲了 N 那么多次了。即如果在这些危难的时间你自己不有一个清醒的脑袋，冷静的分析，道听途说，人家说 work 就 work， 你就一买就买，可能有六七八支啊，又买下怎么佢話姑且呃盡你都係救人兩嚿水啫，試下無妨啦。咁但係俾人哋揾咗依種嘅國難財借助你自己，屌你老尾而家嗰個嘅怕死啊，樣嘢唔清唔楚啊，咁樣跌咗錢咧。咁我覺得其實依件事真係除咗自己個身體得唔到保障之餘，仲嚇即係喺咁嘅情況俾人侮辱你嘅屌依一個嘅智商，侮辱你嘅依一個嘅智慧咧，我覺得係一件非常之差嘅一件事嚟。是非常差，一定要清楚在恐惧面前呢，首先揸正自己的宗旨，然后清清楚楚知道自己做的事有什么后果。
嗱，即係好似咁，前嗰排咪有啲藍色嘅 KOL 喺度講話啊，捽猛金油或者將啲白花油捽完又索曬落去，其實咪又係呢樣嘢冇分別嘅。你問我，又係將一啲所謂嘅精油啊、香薰啊，或者形成一陣膜啊，但係呢個係佢講嘅啫，然後話索落個鼻黏膜嗰度，然後就可以令到啊嗰個武漢肺炎過嚟可以 neutralize。咁佢講嘅一樣嘢，但實際係咪真係可以 neutralize 先？同埋你係要中和咗嗰個病毒嘅外殼，定係擋住反彈，然後令到佢咧就唔會黐住，真係跌翻落嚟。咁噴幾多係咪要查暈曬？同埋喂，人哋呼吸正常，喂你噴淨係得個定得個手指尾咁短嘅位置，你咁你嗰啖氣唔會落肺嘅。咁你一吸吸落去嘅话，你个鼻窦然后连埋个鼻腔，你落埋呼吸道，你唔会掂到嘅咩？冇可能，咁呢个唔 make sense 嘅。即係譬如条渠塞咗，条渠咁长嘅，跟住你淨係通咗呢一橛，咁你嚿屎屙落去都系喺个马桶走返出嚟咋嘛。即係根本佢都洗唔晒成条呼吸道。你话呼吸都可以入得到，你淨係洗个鼻又有乜用？个效果又有几多 percent？ 嗱，呢啲完全系唔清唔楚嘅，所以点解唔 professional？ 佢根本唔系好似绝对啊，绝对唔似一个医疗产品。佢系一个借呢一个病毒嘅恐惧啊，然后爱嚟搵钱嘅一个商品同埋物体。所以呢两间英国嘅厂商咧，我睇都系一身蚁噶啦。之后咧，到时呢两个产品啦，呢两三个大嘅喺过去一两年啊嘅時間 sell 得比較好嘅呢兩個藥廠咧，佢都要可能負上一啲責任，因為佢係呢個聲明咧，未必係完全啊，係可以證實得到啊。咁嘅情況，然後就大賣喎。咁其實喺法例上同埋喺人理上咧，都係一個好差行為嚟嘅。係啊，真係嗰句啦，即係大家喺疫情之下，千祈唔好迷失，亦都唔好太驚慌。即係自己知道自己做乜係嘛？即係已經，我覺得個疫情要進入依一個個尾聲嘅階段㗎啦。即係臨到最尾，俾人哋啊，即係借助你嘅恐懼割個禍青嚇，即係臨到最尾都仲要過你一棟咧，咁我就覺得就千祈就唔好咁笨 seven 啦。係啊，絕對係，因為呢一個咧就好似係治療一個疫症定係防禦一個疫症嗱，佢呢只 product 咧根本係又係防疫嚟嘅啫嘛，即係我哋成日話防疫 L 啊嘛，呢個佢就係擋嘅啫嘛。佢擋就係同佢治療係兩樣嘢，因為如果佢最終都會弱到變成一種一 level 嘅普通感冒，嗱你而家再玩防疫，哇你仲用6000億嚟玩防疫，你用任何嘅administrative 嘅手段又好，你戴口罩又好，嗱我自己喺英國呢段時間，我已經發現到其實英國人咧係零戴口罩嘅，除咗都係亞洲面孔以外，其他全部零戴口罩，那個數字。上兩個禮拜我咪話哦反彈上咗嘅，我而家又落翻，咁個個 effective 喺邊度咧？個效能嚟自咩咧？根本就唔關個防疫措施事。嗱，而家新加坡、泰國又準備開啦，全面開放，這個意思就係你一達到群體免疫共存，去到一個恰當嘅水平，醫療系統冇崩潰，你就要開，然後你就慢慢慢慢 adapt 佢。你要適應呢一個病毒同埋呢個人類嘅共存，這個先至係重點，而唔係用防疫嘅方法。喂，你噴鼻咪防疫咯？你話保護住彈翻落嚟啊嘛？這個根本唔係治療嚟噶嘛？呢個防疫嚟啊嘛？所以如果喺呢個角度，蓮花青蛙仲好過佢，因為蓮花青蛙起碼係有啲治療作用，對 day one day two 一啲熱症有啲效。但係當然又係嗰句啦，佢唔係人人啱。記住，任何嘅藥物都第一你要揾翻醫師。第二你要找醫生，你不可以是道聽途說啦，你不可以說你任何體質都是對，但是講到體質那個就是治療，講到彈回病毒下來那個叫防疫，即是根本上是戴多層口罩沒分別，即是你是響應鴨嘴獸的講法而已，明白你這裡戴個口罩，這裡戴個口罩沒用的，明白。咁好啊，咁啊多謝列大夫的這個的指引和分析，咁啊各位的老友記啊、即特別是、啊、即係好擔心嘅，即係都擔心得唔得咁多噶啦，係嘛？即係與病毒共存係必經之路嚟嘅，即係早啲種早享受，係嘛？即係遲咗又要俾多兩嚿，係嘛？即係唔使咁擔心嘅，即係而家你越驚，你越使嘅錢去防疫就越多，到最後你 find out 到原來防不勝防，咁啊，即係不如開開心心，即係始終都有一日咧，都有第一次嘅。
嗯，啱，绝对系。系嘛？好啊，我哋休息一阵间，再翻嚟第二节嘅《列大夫中医教室》啊。